大家好哈啊，我是赖逸贤哈啊，我是慈济的中医师哈啊，今天很荣幸啊，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哈，来跟大家来讨论啊，有关于这个素食哈。今天哈，这个第一张 slide 哈是讲新冠病毒啊跟这个流感的这个比较哈啊，虽然它这跟我们今天的讲的主题没有直接的关系哈，但是呢，大家也知道现在新冠病毒。啊，这个是肆虐全球哈，造成很大的恐慌哈。那接下来冬天也到了哈，流感季节也来了哈。啊，所以今天第一个 slide 就是大家比较，给大家比较一下这个新冠病毒啊跟这个流感的一个差异在哪里哈。那当然这两个都是由病毒所引起的，也都是由飞沫跟接触传染所引起的哈。啊，只是它们症状上面呢。啊，这个新冠病毒有可能就是你会丧失味觉啊，哦，这一些呼吸困难这些问题，那流感可能比较没有哈。那治疗方面呢，当然新冠病毒目前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那只能用支持疗法啊，也没有疫苗哈。那流感呢，它是可以有啊，可是服药哈啊，有疫苗可以打哈，所以今年大家记得要去打疫苗。那在新冠病毒在这个时候呢，没有疫苗可以打，也没有东西可以做治疗。那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自己的抵抗力哈所以呢这个在中医有一句话，在《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就是说正气存得，邪不可干哦。这所谓的正气就是我们的抵抗力哈，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哈。那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增强你的免疫系统是非常重要的。那要怎么增强免疫系统呢？那当然就是要正常的生活习惯哈，要睡眠充足，要运动。那当然饮食也是最重要的。那要多摄取一些可以增强你免疫力的食品哈，食物哈。那什么是最好的增强免疫力的食物呢？那当然就是蔬食哈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蔬食哈一般的话哈，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吃素哦，是一个很流行的哈，很多的名人啊，很多的明星啊，运动员啊，他们也都是吃素的哈。那现在这个世界上吃素最多的地方，当然就是印度，这是因为他们宗教的关系哈。在美国呢，大概也有5% 到8% 的人是吃素的哈，而且数目有越来越多的。那素食的话，有什么分类呢？一般素食有分很多类，但是基本上分的比较三大类比较多哈，第一个就是五星素哈，这个五星素大部分都是宗教的问题的以宗教为因素的哈，这些人呢，他就是吃植物的食物哈，但是呢，他们也不吃葱啊、蒜啊。韭菜啦、洋葱啦这一类的辛类的那个食物哈，这就是五星素。那第二种呢，就是纯素。纯素的人就是说，他只吃植物，而不吃任何动物的产品，包括奶啦、包括蛋啦、包括蜂蜜啦这些，他都是不吃的哈。那第三种呢，就是奶蛋素哈。奶蛋素就是他不吃动物的本身的以外呢，但是他吃蛋、他吃奶哈这些制品哈。这个是大概分了大概这个三大类。那吃素为什么要吃素呢？当然，有些人是宗教问题，有些人是道德的问题，那有些人是为了环境的保护。那大部分在大多的人呢，都是为了健康的问题。那宗教跟道德就是跟因人而异。那我们来谈谈这个环境保护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地球上70%的农地这是用来用来养殖跟畜牧业的这个有关的这个利用然后呢，我们有40%的食物呢，也是用来蓄养这个畜牧业啊，就是这些动物啦、这些东西所以呢，等于这个世界上有70亿的人口，我们要养200亿的那个这个禽类啦，这个动物类的这个东西而且你知道这个动物类会造成很多的污染所以现在这个
有统计，就是说啊，造成这个温室效应的51%都是来自于这个畜牧业产生的废物而造成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些人吃素是为了环境的保护，那当然更多人为了是什么？为了吃素就是为了健康为了健康，为了健康确实现在的研究也证明这个确实是这个。吃素是比较有利于健康的根据这个美国这个营养协会的那个期刊的报道他们经过15年的6万人的研究那发现就是说素食主义者他罹患癌症的风险会比肉食主义者低了12%而在素食主义者在死于这个缺血性的心脏病的比例也会比荤食的人少了24%如果说是你是一个荤食主义者，那你改变了你的饮食，变成一个素食主义者，在6个月里面，你的这个 HDL 就是好的胆固醇也会上升21%所以呢，从这些种种的迹象来看，我们就知道说真的是素食是对健康是比较有帮助的现在呢，在肉类里面呢。荤食的肉呢，都存在很多的问题现在台湾炒得沸沸扬扬的这个瘦肉精的问题这个也在台湾造成很大的这个风波现在因为现在的这个畜牧业都是这个企业化的经营他们为了要让这个些畜牧的这个动物呢，不要得病所以他们都会用很多的药物打抗生素啦这一类的，也为了要让这个动物长得比较快一点所以他们也会用很多的荷尔蒙类的激素那当然你都知道这些都会在残留在你的肉里面然后呢，在我们吃了以后呢，所以会造成很多的这个生理上的问题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小孩子呢你看这个。汉堡吃的多了，所以现在很多的小孩子都年纪小小就过胖还有很多都是有那个男性泌乳化的现象小女孩呢也这个经期也都提早了很多造成了很多的问题那再过来就是这个钱养的问题这个很多这个。养殖的环境呢都不是很理想那造成动物它也不是很开心那你吃了它的肉，那你当然也不是很开心那当然你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出来。那再来就是病毒的传染大家知道啦，这次 COVID-19 它也是有这个野生动物来传染，这蝙蝠啦，野生动物来传染那。多年以前的那个 SARS，那也是一个果子狸的传染，所以呢，这个现在像口蹄疫像这个狂牛症这些都是跟肉类有关系这都是动物的一些疾病它也都是会影响到造成人类的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肉类确实是存在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尽量要吃素那大家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大鱼大肉才是营养那个小孩子长大需要营养需要营养就是要鱼要肉吃素是营养是不够的。事实上，是不是吃素营养就不够呢？那是不对的你知现在很多的研究都知道动物性的蛋白不见得会比植物性的蛋白来得好，植物性的蛋白反而比较多那像我们的大豆它其实它产生的蛋白质呢是肉的2倍也是这个蛋的3倍，也是牛奶的12倍这个是植物性也是很多的营养你看一些动物长得比较大的动物长得比较高的动物比较聪明的动物大部分都是吃素的大部分吃素的这些动物这个脾气什么也都是比较好的像你说老虎什么，但是很凶猛，它们都是吃肉类的，所以它们就比较凶猛所以呢吃素不一定是营养会不够，但而且是营养是很充足的是不用担心的而且很多人都会吃大鱼大肉，有些人呢是觉得说他年轻人，他有本钱，他没办法，他不怕，他是吃大鱼大肉，他不用身体的问题，这不对的还有一些人说是他家里没有这个疾病的遗传，所以吃荤的不会有问题这个也是不对的有些人就是说反正我是先吃吧等到明天再来说吧就像我以前也是一样我从来就是
不可以一天或者一餐没有肉的哈啊，所以呢，我当初也是这样想哈啊，就是说啊，反正吃了再讲，吃了再来吃药啊，再怎样哈啊，所以呢，但是呢，结果呢啊，后来呢，我真的就是很多的问题哈，我吃了高血压的药已经吃了快30年了哈，那心脏也都出了问题哈啊，所以呢啊，不是说你现在年轻，你有本钱，以后就不会怎么样哈，这是错误的哈，所以呢，还是要吃素哈。有一个话就是说，脾胃啊是主要是管理这个身体硬化的功能，是后天之本哈。那你的脾胃受损的话呢，那你就会影响到你的内脏的失调，那就会产生了疾病哈。那这个会影响脾胃呢，会是怎么造成的呢？大部分就是从你吃的东西的进去的，所以说病从口入哈。那你也知道，如果是急性的话，你如果吃的不好的东西啦，或不干净的东西啦，你就会腹痛，会腹泻，然后吃了有一些过敏性的东西啦，你就会引起过敏，甚至有些东西你吃了以后会中毒哈啊，这就是病从口入急性。那慢性的呢？慢性的我们是更难防患的哈，很多人都觉得慢性的是没有什么好怕的。其实呢啊，我们都知道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这些，但目前的医学上来知道说，它跟你的遗传是有关系的哈。那中医来讲，就是跟你体质也有关系的啊，而不是说因为你有这个体质啊，你有这个遗传，所以你就一定会得到哈，这是不一定的哈。那就是看你自己去怎么去保养你自己。如果说你自己已经有这个遗传啊，有这个也是这一种湿热体质或痰湿体质的人，那你又一天到晚就是吃这个回甘厚肉的东西呢，那你当然你就会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什么就会找上你。那如果说你能够节制的话呢，那当然你就不一定会得到这些疾病哈。三餐吃素食就一定会健康吗？这个不一定哈啊，这个我们慈济大林医院在2001年这个做的一个素食研究报告，他们发现哈，这个三酸甘油脂啊，吃素的人反而比吃荤的人来得高哈。那好的胆固醇呢，反而吃素的人比吃荤的人来得低哈。那香港的这个大学呢，中文大学也做过了统计哈，他们也发现长期吃素的人，他们动化硬化不会比一般人来得低哈，反而是比一般人来得高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吃素不是是对身体是健康的？那为什么反而吃了这些东西，反而这个三酸甘油脂啦，这个动脉呀，怎么反而会更糟糕呢？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吃素是不对的吗？不是这样子哈，这是因为你吃素吃错了。我们这一章啊，这个也是全部也都是素的西餐哈啊，你看看这些东西啊，都是非常的 rich 的哈，非常非常那个。那你吃的这些东西对身体会有帮助吗？那个这个是啊，这个我们常吃的 fast food 哈啊，也是一样哈。你看这个可乐啊，这是多甜的东西啊。你看这个面啊，这个沙拉啊，都是披萨，都是多油的东西，都是多甜的东西。这个也是素的，那你吃的会健康吗？你看这个是我们常吃的中餐的这个素食啊，这些也都是素的啊。那你看看这些，你看看你会吃的会健康吗？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的素食都是因为过度的加工啊，加了很多的防腐剂，然后也加了这个高温的油炸哈。你知道一块这个油100公克的油豆腐，它含有271克的大卡的热量啊。那一百公克这个油条啊，它就含有差不多558大卡的这个热量哈。那你看这个，我们每天呐只能摄取的油啊，大概就是在25到30就够了哈。但是你知道我们啊，时常吃素人时常吃的油焖茄子啊，这个油焖茄子它含的油量就是有60克以上哈。那这个像有些啊，就是炒杏鲍菇啦，或是炒鸡啦，他们所含的油量呢，就已经超过30-40以上啊。所以你一餐下来，你摄取了多少的油，多少的热量，所以你说这样吃，你的身体会健康吗？所以吃素不是说会不健康，吃素会健康，但是要看你怎么吃，要正确的吃，你才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哈。各位好，我是陈振湘中医师。赖医师已经跟我们讲了很多哈，有关这个素食的这些问题。那我们都知道肉存在着很多问题，那要怎么吃素才会保持健康呢？吃素大家都知道就是要均衡的饮食了哈，
好，我现在要讲的这些呢，其实恐怕很多人都知道了哈。但是呢，问题是你有没有在做？那均衡的饮食就要包括一些好五谷类、蔬菜类、水果类哈、奶品类啦、豆类啦、坚果类哈、植物油少许就可以了哈。那我这边列出来的这个份数哈，多少份多少份，这个呢大概就是用一个200千卡的那个标准来定的哈，大概是一个成年人的这个每天的分量。那不过呢，要依个别的差异来做调整哈。那不管你吃的多好，你多营养，你的这个食物哈，吃的多好，你想想，如果没有运动的话，你这个人的气啊、血啊，就几乎是比较没有那么动哈，就是循环不好。那这样子呢，也是不健康的。所以除了这个营养要好以外呢，体能的运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有的人跟我讲说，有啊，我每天上班呢、啊，我都哦走来走去啊，我都动不停的。哦，那我觉得我一天的运动量已经够了。其实呢，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那是劳动，那不是运动。哦，劳动的这个整天劳动下来，因为你的动作也许比较单一啦，哈、哦。或者是呢，你有这个压力，哈、哦，让你这个劳动你就做得很辛苦的那种感觉哈、哦。那这个呢，其实是造成你疾病的一些根源了哈、哦。那运动就不一样了，运动是让你放松的啊、哦，让你这个活动筋骨的，所以呢是让你健身的，哈、哦，那你这个两个效果是绝对不一样的哈。哦，所以呢，我们说啊，要活就一定要运动，好，这是别无选择的啊。好，那下一章。好，我这边用慎用好油哈，为什么要用一个用字？我要强调这个用字哈。好油大家都会选哈，那当然呢，就是选这个比较就是原始的，不经过这个很多工程的这个制作的那些那些精致的油哈。那如果你用的油是很好的油，但是呢你不知道怎么用，或者你用错了，也有可能你把好油就变成坏油了哈。那大家都知道每一种油都有不一样的这个冒烟点，如果你在煮菜的时候，或者是做任何这个做任何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如果你的油都是在冒烟点以后才做的话，那你就会把这些不健康的油吃进去了哈。那这些不健康的油就是会让你在身体产生一些自由基啦，然后让你变成慢性的那种炎症哈，那对身体是非常不好，会产生很多的疾病嘛哈。那我这边建议就是，如果你家里能够准备的这个油哈，譬如说，这个比较低的低温的哈，低温的油可以做凉拌啊哈，因为水草啊这些的话，那大概就是用一个冷压的这个橄榄油就行了哈。那如果要炒啊哈，就是比较需要高温的油的话，我觉得是用一个葡萄籽油就行了哈。还有另外呢，如果你要用一些比较煎啊，甚至要炸，最好是不要炸啊。好，那就是需要高温的油的话，用一个洛梨油哈啊，我想就可以了啊。大概三种油在你的家里备着用，这样啊。好，再下一章。好，那还有再过来就是说，我们煮东西的时候那个方法啊。多用蒸啊、煮啊，哈，这样子来做菜，哈。那当然了，特点就是很简单了，哈，很营养啊，保持它的营养分，哈。还有呢，清淡可以减肥。有的人说，哎呦，我吃素，我都要忍受一些不好吃的东西，哦。大家看一下，这边很多东西都蛮好吃，哈，看起来都很好吃，哈。所以呢，如果你觉得你已经既穷了，不晓得要怎么样去做菜的话，其实啊，
YouTube 很要做哈。譬如说你这个茄子你不晓得要怎么做，你就说茄子如何做茄子或者茄子的做法，这样打进去的话，它就有很多的那个影片可以教你来做茄子。好，下一张。OK， 好，再来哈，就是说我们要尽量的吃当地的，还有当季盛产的这个食物哈。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啊、哈，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顺天时取地利养人和，这个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嘛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吃到比较新鲜啊，价廉物美啊，而且呢，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些食物啊。好，再下一张。这张是比较重要的哈。尽量哈，最好是不要了哈。就是说，我们不要吃这些有加工的食品，最好是吃一些天然的食品。什么叫做全食？就是吃食物原来的原貌，哈，这样子。那现在大家都是上班嘛，很多人都没有时间去做这些复杂的这些这个食品的事情哈。所以啊，就买了很多的这些 TV dinner 或者是一些冷冻食品，然后这个很快加热就可以吃哈。但是你知道这些。厂商他们是要赚你的钱的，当然他们就必须要竭尽所能的哈，把这个色香味做得很俱全。那这样子的话，让你能够来买他的东西，对不对？那但是呢，这些东西其实他们加了很多你看不见的东西，至少啊，就是多盐、多糖、多油这样子的东西是非常不健康的哈。那另外这个塑料哈、哦，这塑料大家来看，现在很多哈、这个塑料这些东西哈、哦，那这个你想想看，它本来不是鸡，不是鱼，不是虾，现在要把它做得很像，那你要知道这个就加了多少的东西在里头哈、哦。我的姐姐她在长庚做护士，她常跟我讲说。就是说有一个他的这个去看病的病人哈、哦，他是在那个素食工厂做事的哈、哦，但是呢，他后来辞掉了，因为他良心不安，他说那些制作的加工的过程哈、哦，让他看得很恐怖这样子，所以他真的没有办法再待下去，所以就辞职了哈、哦。我姐姐常常用这个来勉励，来这个我来警告我哈，就是吃啊，还是要能够吃全食哈，能够吃食物本来的面貌的东西。好，再下一张。好，那很多人会担心说，我吃蔬食，那营养会不够哎。可是呢，其实这个是多余的哈。因为啊，这个大部分来讲，很多人都会担心蛋白质啦，哈、哦，蛋白质其实有很多可以代替的。如果你有吃奶呀、蛋啊之类的东西，那你根本就不用去担心它，哈、哦。那如果你没有吃奶、没有吃蛋的话，那其他像花生、坚果、豆类、种子类，这个都有很多的蛋白质，哈、哦。而且植物的蛋白质并不比这个动物的蛋白质来得差，哈、哦。好，还有这个 B12 是存在在动物的这个食品里头啦哈，但是呢，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可以代替的哈。如果你有吃这个蛋啊、奶啊，这个是绝对不用担心的哈。那要不然呢，可以吃一些从海里来的一些东西哈，像海带啊、紫菜啊这些哈。还有呢，那个大豆的制品也是有这些B12 的哈。然后呢，还有维他命 D 啦、A 啦，甚至哈、哦、比较这个少数的矿物质的哈、哦，像这个铁啦、钙啦、锌啦这些，都有很多的这个替代的东西哈、哦。我们植物一点也都不缺的哈、哦。如果你还怕呢，
说哎呀，也许我会不够什么，那你就补充一些哈、啊、那个维他命或者矿物质的补充剂啊，也是可以的哈、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啊，就是说这个每天吃的这些食物哈、啊，那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好，那我们请赖医师来跟我们说哈。赖医师，您要 unmute 哦。赖医师，您又被锁住了吗？来，让我们把你打开。那命，麻烦把赖医师 unmute。我现在 share screen 没法操作哎。OK， 好，我来找一下赖医师，因为太多，今天晚上很多人加入哦。来，赖医师，我帮你 unmute 了。OK， 好，你现在已经解困了哈。是，没错。谢谢，每次我都被关注。没错，没错，没错。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医食同源哈。我们中国传统的医学呢的理论呢，就是医食同源，不然也叫做药食同源哈。所以有很多的中草药呢，它是可以做来做治疗疾病的药物，它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食品啊。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的蔬菜水果呢，它也常常是具有这个食与药两方面的性能啊。所以我们《黄帝内经》有说哈、啊，空腹食之为食物，饭则食之为药物啊。这就是说，你肚子饿的时候吃，它是一个食物；但是你有病的时候你去吃，它是一个药物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医食同源啊。举例来说，我们像这个山药，对不对？冬令进补，你要进补的时候，它可以当做进补的一个药来吃啊。那平常呢，你也可以拿来煲汤啊啊，也可以用来炒来吃啊。它就是很有很高的饱足感哈、啊，也可以作为减肥用哈 啊。每100克的这个山药哈、啊，它含的脂肪只有0.2克哈、啊，所以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医这个药食同源哈 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吃东西呢，当然是要维持生命，所以食物是也是最基本的药材、哦、所以唐代那个孙思邈、哦、有说了这一句话：“夫为医者，当须先洞察病源，如其所患，以食知之。食疗不易，然后为命药。哦”所以说，药物呢，虽然是我们不常吃、哦啊、但是呢，食物中有时候也是药物，但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常吃。所以呢，我们要了解食物的特性，而且了解你的体质，那这样才能够知道说什么东西你应该吃，什么东西我应该要少吃啊，来做到自我保健啊。Next slide 啊，一般哈啊，大家都知道哈啊，时常就是冬天到的时候，你会想吃火锅，对不对？吃完火锅，有些人吃了火锅呢，哎，那一天晚上很温暖，很好睡。但是呢，有些人吃了火锅呢，啊就不行了啊，他就会口干舌燥啊，甚至拉肚子啊，隔天起来呢，甚至还会长这个面泡啊，长疮啊之类。那为什么？然后夏天的时候呢，啊，大家喜欢吃冰，可以吃西瓜啊。为什么有些人吃了西瓜，哎，到傍晚的时候吃了西瓜到晚上他就拉肚子？那有些人就不会，那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你的体质的不一样哈。那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啊，很多人就会问你说，哎，你是要跟你讲说啊，你是寒体质，你是热体质哈、哦？那基本上为怎么分寒体质和热体质哈、哦？我们这个 slide 里面有写的很清楚哈、哦、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也就不直接就不再讲这些哈、哦。但是呢，我们的一般中医的讲的体质哈、哦，不是只有寒热而已哈、哦。我们其实中医有九大主要的体质哈、哦，就是有平和体质、有气虚体质、有阳虚体质、阴虚体质，还有痰湿体质、湿热体质、血瘀体质，还有气瘀体质，还有特异性的体质哈、哦。大致上是分着这九大类哈、哦。但是这个要讲，可能不是啊，短时间。一点点时间可以讲完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讲，大家知道就好了哈啊。如果要知道你是什么体质，那就到我们诊所来，我们会帮你判定你是什么体质哈。OK， 那 next slide
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人有体质，有寒热体质的这个分啊。当然，蔬果也是有这个寒热啊、温热这个差别哈、啊。所以呢，怎么样选择你的体质，要选择怎么样的蔬果哈、啊？那这里就是有很详细的记录，就是凉性的蔬果有哪一些啊，中性的蔬果有哪一些，温性的蔬果有哪一些啊，我就不一一的念出来哈、哦。那你们就依个人的体质来看看要吃些什么东西呢？那接下来我就来介绍几样我们平常比较常吃的啊一些啊这个蔬菜方面的那个功能哈、哦、啊 ，next slide。第一个我们来讲寒凉方面的性质的体质的那个蔬菜哈，第一个就是大白菜哈，大白菜是很好的菜哈，这是百菜之王哦，它含的维他命哈是比这个梨啊这个苹果、啊、高了四五倍哈，在中医来讲它是有清热解毒、养胃生津跟利尿通便的功能哈，它可以调理你的肠胃、净化你的血液哦，提高你的免疫力哈，它也可以有利尿的作用。那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吃火锅的时候都会加大白菜吗？大部分的火锅不管是麻辣锅什么，你都会放白菜进去吗？就是因为白菜，因为你吃火锅这些都是很温热很热，那你就要加一些寒凉的菜里面来综合掉你的燥性啊、哦，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大白菜就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菜哈啊，当然它如果说你有胃寒啊，就是啊有这个腹泻的人呢，那你就要少吃一点哈、啊，那这样的话就会容易造成啊你的身体的不适哈啊。Next slide。再来是苦瓜，苦瓜它也是寒凉的药哈，苦瓜有一个名字叫做荆子菜，为什么叫荆子菜呢？因为它虽然苦瓜是苦的，但是它跟其他的食物一起煮的时候并不会影响让那个食物变成苦的，所以它叫做荆子菜。那苦瓜呢，在中医来讲它就是会除热，那解寒法可以清心明目。那现在的研究呢，好像是这个苦瓜素好像对这个糖尿病有帮助，它是有这个类这个胰岛素的功用哈、啊、可以降低你的血糖哈、啊、所以它也可以清心明目哈 啊但是呢一样哈、啊、它是会寒凉的，所以说脾胃虚寒的人还有这个妇女那个经起来的时候肚子会痛的人，那这一类的在你经起来的时候就不要吃这个苦瓜哈、啊、因为它是寒凉哈、啊、寒凉会造成你的血瘀，所以你的痛会更严重哈、啊、好 ,next slide。芦笋哈，芦笋也是寒凉的哈，但是芦笋是这个第一名的这个抗癌蔬果哈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蔬果哈，是有蔬菜之王之称哈它是可以调节人体的那个代谢哈，可以提高你的免疫力哈这个但是呢，这个芦笋呢，它因为含有少量的嘌呤哈，就是那会造成这个尿酸的增高，所以你有痛风啊、尿路结石呢，那就要少吃哈，不要吃太多哈。OK，next slide。再来就是芹菜哈，芹菜就是我们也常吃在沙拉里面哈，有时候都是有吃到芹菜，它也是一个寒凉的药哈。在《本草纲目》里面讲呢哈，它芹菜可以治面黑、面红、目赤、肝。这是肝阳头昏、头重、脚轻、步滑、飘移这些症状听起来就是跟这个血压有关系哈，就是血压高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些症状啊。古时候是没有这个血压高这个病啊，所以他们有这个描述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芹菜呢，它是有降血压的功能哈而且它有让神经镇静，会改善这个便秘的作用哈所以有一个民间方哈，那个芹菜。跟苹果哈，250克的芹菜，然后要穿烫过以后哈，然后大概2分钟穿烫，不要穿烫的太久，然后你跟苹果一起榨成汁，每天喝2次，每次喝1杯啊，它可以降低你的血压但是呢，芹菜也是寒凉的哈这个所以不宜多吃哈也知道芹菜汁你也不能生的是芹菜汁去吃哈，它因为它会有刺激性，会刺激你的肠胃哈。OK， 现在 next slide。再来我们就讲白萝卜哈，萝卜大家都吃过哈有一句古语哈，就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师开处方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冬天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是会吃比较温补的东西，比较热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要吃这萝卜，这还要寒凉，可以综合掉你这个热性哈。那夏天为什么要吃姜呢？啊，因为夏天我们就喝冰凉的东西啊，常会冰凉啊。那我们知道后面我会讲到姜是有温中的作用哈，所以它会让你的比较不会肚子不舒服啊这类，所以是这样子哈。啊，当然了，这个萝卜也有很多的功用哈，它可以消化除胀气啊，它也可以治胃炎啊，哈啊，最主要呢，萝卜哈啊，就也有杀菌啊，跟抗病毒的作用哈、啊，所以你在吃啊，有荤食的人，如果在吃沙西米的时候，为什么要有萝卜丝在那边呢？它就是用来杀菌，用来抗病毒的作用哈、啊，所以呢，就是说有肥胖的人啊，有心血管的疾病的人啊，或容易感冒的人啊，其实应该多吃萝卜哈啊。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常常有听中医师讲啊，吃萝卜的时候你不能吃中药哈啊。其实不是说吃萝卜不能吃中药，只是说你在吃一些补的中药哈，比方说人参啊的这一类。花旗参啊这一类，它是在补哈，补的话大部分都是温补哈，很少是寒补哈，大部分都是温补。那你温补的时候，你如果说吃了萝卜，当然就会影响到它的药性啊，会降低它的那个哈。所以呢，像这个稀寒体质的人呢，啊，我们就要注意哈，这个萝卜要少吃哈。菠菜了，菠菜大家都知道，它含着贝塔胡萝卜素，还有含铁质跟 B6 都很多的哈，它是可以缓和补血，它有滋阴了。对于一种吸不受补的人哈，啊，就是中医常讲有些吸不受之阴，有些中医是跟你讲说你吸不受补的人，那你可以多吃这些菠菜哈，啊，都可以改善你的贫血的问题，那也改善便秘，也可以降低血压哈啊。但是呢，因为菠菜里面它的草酸含量比较高哈啊，所以要吃的时候呢，要稍微穿烫一下，降低它的草酸的含量哈啊，不然草酸多的话，可能会造成这肾的结石，也造成结石哈啊。啊，这个菠菜也含很多的含量蛮多的这个嘌呤哈啊，所以痛风的病人当然也是要少吃哈啊。其实菠菜也有美容的效果哈啊，听说这个你用菠菜啊，把它磨成泥哈啊，涂在脸上哈啊，它可以清除毛孔，可以减低你的皱纹哦，还可以祛斑的作用哈啊，这个我没有试过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试看看。啊，这是莴苣哈啊，莴苣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吃啊，这个虾松的时候啦，还是什么都可能会吃到素的啊，素虾松一样都会用到莴苣哈。那莴苣含铁多哈啊，可以防贫血哈啊，这个它含钾的量比较高，这个有降血压的功用哈啊。但是莴苣呢，你不能跟蜜一起吃哈，会造成腹泻啊。当然它也是寒凉的东西，所以胃肠虚寒的人也不能够多食或生食哈，这个对这个身体就比较不好啊。再来是高丽菜哈，高丽菜我们现在走到一个比较平性的蔬菜期哈啊。高丽菜大家都知道，它对胃啊是很有帮助的哈啊，它是一个啊。一个有一个名字叫高丽菜，叫做不死菜。为什么叫不死菜？它这个它的根是中年是不会死的，所以春天到了它就会长出来，而且会生命力很强。高丽菜本身是有 很好的个药用的功能，在西方的医学的也叫它叫做是万能菜。它跟大白菜的营养几乎是一样，但是它的维生素是比那个大白菜高了一半以上，而且它有它跟那个什么啊花椰菜啦芦笋一样，都是有抗氧化的作用哈啊。在中医来讲，它就是可以补骨髓、壮筋骨、健脾胃跟清热止痛哈啊，所以有动脉硬化啦，所以是胆结石啦，尤其是消化性溃疡的人可以多吃这个高丽菜哈，是有帮助的哈。但是虚寒体质的人也不可以多吃，而且高丽菜它会干扰到我们甲状腺对于碘的利用，所以如果说你有甲状腺功能有问题的人，有在吃碘的，那你这高丽菜就要少吃。那听说这个高丽菜把它榨成汁，每天吃三次，七天以后你的胃痛就会改善。但是不能加，不能把它加热，高丽菜不能把它加热，因为加热的话那个这个维生素 U 它就会受到破坏，那对治疗胃的那个成分啊就会比较不好哈啊，所以这个大是花椰菜哈，花椰菜有白花椰菜、红花椰菜哈啊，它在美国这个十大这个蔬菜里面它是排名第四的哈啊，它是
它是也很好的抗癌的效果哈啊，这个西方也有说它是叫做天赐的良药哈。那中医呢认为它是可以补脾胃哈啊，能够养心养啊补肾养心的功能哈。所以一般如果说是大病过后食欲不振啊吃的少的人，你可以试试吃的这个花椰菜哈，它会帮助你的食欲哈啊。花椰菜呢也不可以煮得太久哈，煮太久的话，那就容易产生把会让它的抗癌的成分会降低哈。那听说这个花椰菜的叶哈啊，听说也可以治皮肤病哈，尤其是把它磨成的，就说涂在像那个湿疹啊，或者带状疱疹引起皮肤病哈，听说是有帮助哈，所以它是有美化肌肤的功能哈啊，这个大家也可以试看看哈，我是没有试过哈。OK，那当然呢也不能够吃太多哈啊，总吃生吃也要尽量少吃哈，少生吃哈，它容易造成这个胃的胀气哈。薏米是大家都时常会吃的哈啊，在中医来讲是调中开胃的功用哈。那薏米它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它会改善便秘哈。但是真正薏米有这个药效的地方呢啊，是它的薏米的稀哈。薏米的稀它有利尿消肿的作用哈啊。听说薏米的稀哈啊，煮水喝哈啊，吃喝5天的话，它能够改善你的尿频尿急的功用哈。那薏米哈，那你再跟蒲公英啊，在茵陈蒿每各30克，然后加糖20克，然后用100公升的水去煮成一个保健茶哈，听说可以利尿利胆哈，可以清热，可以消炎哈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哈啊。薏米很重要的是薏米里面那个芯啊，这个都一定要吃掉，那个才是真正有很好效果的一个地方哈啊。当然这个薏米啊，放久了会有这个发霉的话，就有黄芪毒素啊。当然，就是我相信很多人也不会把这个薏米放太久再来吃哈。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哈。再讲木耳哈，木耳有白木耳跟黑木耳，白木耳跟黑木耳两个作用是不一样的哈啊。听说这个木耳在古时候皇帝是宴席上的佳肴哈啊，它因为它含有8种以上人体所需要的那个氨基酸哈，以及维他命哈。那白木耳呢是镜中之冠哈。这个是古时候人讲的哈。那这个木耳它的作用呢，它是有滋阴润肺哈、益气养胃，然后活血通络，还有可以排毒的作用哈。那黑木耳的呢，它是有类似这个aspirin 的作用，听说是这样子哈。然后它是会抵抗这个血小板的凝聚，所以对这个血瘀啊、这个冠心病的人啊，这是有帮助的。而且它有降血脂、降血压，所以有一阵子很流行，大家就是把这个黑木耳哈。黑木耳汁来吃哈，很多广告也都有哈，都是这样。那白木耳呢，是比较在润肺跟生津的作用，它是滋补养阴的作用哈啊，所以这个像说你要滋阴的话呢，这些白木耳是非常好的哈啊。白木耳的食用呢，如果说你要调理身体的话，你要用蒸的；那如果说你是要养生要来保养的时候，你要用煮的；那如果冬令要炖补的话呢，炖补的话，那你要用炖的哈来吃哈。那有一个汤头哈，可以用你用白木耳10克，然后黑木耳10克，然后冰糖30克，然后加水蒸1个小时哈。那这个就是叫做冰糖双耳汤哈啊，它有滋阴润肺，然后可以补肾啊、补虚治咳嗽，听说对眼底出血是也有帮助的哈啊，就是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就胡萝卜哈啊，胡萝卜又叫红萝卜哈，兔子最喜欢吃的哈啊，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胡萝卜的营养分是很多的哈啊，有维生素 A 啦，那对眼睛保护也可以提高免疫力，也抗过敏的，降血压啦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就不用再多讲了哈。吃胡萝卜素太多的话，脾胃变反哈，那是这个胡萝卜素关系哈。那你停止吃的后，它就会恢复正常啊。这个我就不用多讲哈。Next slide，Next slide 啊，这个地瓜哈，地瓜这个是可以在中医来讲是可以补虚华、益气、健脾的功用哈。这个还有含有一些雌激素，可以跟改善更年期的问题哈。那气地瓜吃多了，它会胃酸会刺激过多，所以所以它有时候胃溃疡的就要少吃哈啊，这个有所以而且它会容易胀气哈，所以你吃的地瓜会比较容易排气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尽量快一点哈啊。Next slide 啊，这是菇哈啊，这个斯素人羊菇啦，这个香菇啦，都是时常会吃哈啊，这个菇呢也是一样哈啊，但是又有很好的那个抗氧化的作用哈，这个。
这个上面都有，我就不用再吃了，不用再讲了，这个时间的关系，但是呢，菇类呢是含嘌呤很多的，所以痛风跟尿酸的病人呢，就要少吃一点，而且尤其是香菇，它是一个花物，就是说有皮肤瘙痒的人就不行，就不要吃太多，在 next slide。再来就是韭菜，韭菜在中医来讲是补肾壮阳的，又叫杞阳菜，所以呢韭菜呢 在中医来讲，这就是可以温中行气，补肝肾，壮阳固筋，可以暖腰膝，所以是阴虚火旺的人，所以说这个脾胃虚弱的人也是要少吃，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next slide。那再来是洋葱，洋葱大家也都知道，洋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食品，它是有抗这个凝血啊，动脉硬化，像血脂这个上面也都有写，大家都是可以看，那也有利尿的效果，但是它也微辣，所以对胃肠也是有刺激性，所以生食的时候胃肠胃不好的也要小心。好， next slide。 那再来就是南瓜，南瓜也是有补中益气，有消炎杀菌跟止痛的功能，南瓜因为它含的淀粉量比较多，所以说胃火比较大或是有湿热气滞的人还是要少吃，南瓜是一个很好的食，也是一个很好的食品，但是吃南瓜之后尽量这个皮不要削掉，要削也削一点点，因为你削掉太多的皮的话，它的营养分就会不在。好， next slide。再来就是姜，姜大家都知道，姜是每天都大家都吃得到，姜是有温中的效果，它可以止呕的作用，古时候也有一句话，就是夏日一至三片姜，不劳医生开处方，所以姜为什么夏日呢？姜刚才前面讲过了，因为夏天的时候都会吃冰凉的食物啊什么，所以姜的温中会保护你的肠胃，让你不会拉肚子。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呢，我的病人也是一样，都是在网络上流传，就是早上起来空腹 就喝一个姜加红糖的姜这样子喝，对温中很有效，但是这个还是要看你的体质，我的病人呢也是来了这样子，他说他身体最近也不太舒服，那问了一下以后他才知道说他平常有早上起来有喝姜汤的作用，就空腹就喝，那我就建议他你先停下来，先不要喝，结果他一个礼拜以后再来，他真的这个症状就没有了，所以呢什么东西都是要跟你的体质有关系，要依照你的体质来吃，而不是你随便可以吃的。再下来也有这个水果啦，也有这个中药方面的东西，那我们就请陈医师来继续为我们讲这一方面的知识，陈医师有请。好，那我们现在先来讲水果的部分，也是从凉性的开始。第一个我们来讲香蕉。香蕉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水果。它因为是高钾的，就是含钾很高的一个食品。所以呢在这个预防高血压啦、心脏病这些都很有这个效果。还有它也可以改善便秘。大家都知道好像吃香蕉一便秘就觉得说我要去吃香蕉这样。这是好像大家都知道的哈，不过呢要选择一下，如果你是便秘的话，你要吃这个熟的香蕉哈。那你如果是腹泻的话，你想要改善腹泻，香蕉也可以，但是呢你要吃这个比较生一点的香蕉，因为它有这个鞣酸，它可以止泻。还有呢香蕉它可以激发那个这个白血球的这个机能哈，所以它有提高这个免疫力的作用哈。还有呢它可以这个快速补充身体的热能哈，像譬如说你觉得很虚脱啦，好像很没有力量啊，那觉得好像或者是不舒服啊，那时候就是体力不够了的时候，吃一根香蕉马上那个体力就来了哈，因为它可以很快增加你的身体的热量哈。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它是凉性的，所以有一些胃寒啊、胃痛、胃酸过多的人还是少吃。那因为它是高钾食品，所以如果你有肾炎的症状或者肾功能不好还是少吃。好，那下一张。木瓜是一个非常好的水果，尤其对这个有胃
问题的这个这个人来说了哈，这个木瓜是可以吃的哈。那木瓜不但对胃很好，它大家都知道它可以美化肌肤哈，还有呢这个可以增加妇女的乳汁哈，所以如果刚生 baby， 然后这个乳汁不够的话，可以吃一点木瓜。好，再下一张。好，樱桃也是我们美国盛产的东西了哈。那樱桃哈，它可以治这个缺铁性的贫血哈，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所以呢可以大补元气哈。还有就是因为它也是温性的哈，所以呢它可以缓解这个筋骨的疼痛，但是呢这个恐怕效果没有那么好哈。那个缓解这个筋骨的疼痛，恐怕还是真正的药也会比较好一点。这个食品的话，你恐怕要吃很多很多，你才会有这个效果。可是呢，你吃很多又不行哈，因为它是属于温性的水果，通常这个热性体质的人啊，吃了以后会引起一些反应哈，譬如说流鼻血啦哈。有一些人呢吃太多也会有一点过敏反应哈，像恶心呕吐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哈。好，那我们再下一张。好，再下一张。哦，这个是讲那个种子啦哈。我们吃素都要补充这一些，譬如说种子啦哈，或者豆子啦，或者是坚果类的东西哈。那我这边举了一个就是花生，花生也是很好 很平常的食物，它可以防止动脉硬化啦，它的这个花生皮啊有这个止血的作用，尤其对这个血小板缺乏症的这些，比如说皮下出血，你会觉得这个皮下好像有一点点那种 小血点啊，那些东西，那个可以吃花生皮。所以在吃 花生的时候，最好连皮也要吃，然后不要把皮剥掉，因为皮其实是很好的东西哈。那民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花生的根哈对射护腺肿大有作用的哈。好，那不过呢，花生也是很容易这个发霉啊，它一发霉就有黄曲毒素哈，所以大家要小心哈。如果你吃这个有壳的花生，一剥开哇是。看到颜色不对哈，那就不要吃了哈，那有可能它就发霉哈，这个要注意一下。好，那下一张。那可入药的中，可入菜的这些中药材哈，很多的中药因为它的药性非常的温和哈，而且呢也很好吃，所以呢自古以来我们常常会把这些药材啊拿来当日常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好像食品哈，这样子。那我这边举了几个了哈。好，我先从凉性的先讲哈。西洋参大家都知道嘛哈，西洋参就是粉公参，粉光参那它是比较凉性的，它最重要的就是补气啊。那薏仁啊，薏仁是非常好的东西了哈。很多人都有吃过哈。它这个利水渗湿啦、健脾啊、除这个痹痛啦、还有这个清热排脓啊，这是非常好的。不过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譬如说怀孕尤其是刚刚前面三个月的这个孕妇啊最好还是不要吃薏仁，因为薏仁有可能会让你的子宫啊 会有一点收缩的那种作用有可能会流产，所以这个要小心一下。那莲藕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很好吃，它有凉血散瘀。菊花这是入肝经的药，这个是明目的，清肝明目，非常好。玉竹百合，这个都是滋阴润燥的药。现在啊这个秋天已经来了，所以气候会比较干燥，那很多人也许会有一些干咳啊这种现象出现，那可以吃一点玉竹啊、百合啊这类东西。昆布也是哈，昆布是很好的这个可以软坚散结的药。我们说这个有这个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啊哈，
啊，有没有那个甲状腺肿大，那通常都是会吃一点昆布哈。那不只是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啦，其他身体有一些比较这个有痰瘀啊，会生一些好像有一些肿块啊什么的，我们也都是会建议哈吃这个昆布哈，是其中的一个食品啦、啊、哈。那郁金是非常好的东西，大家知道吗？郁金就是我们说的姜黄啊，那它有行气啊、活血啊，哈，最重要的它还可以清心解郁，哦，让你觉得舒服一点哈，所以这个可以常常吃啊，你知道吗？我们的这个curry 家里，我们的家里哈，主要的成分里头就有郁金哈，所以可以吃这个家里。但是呢，如果你买那个日本做的那个咖喱块哈，那一块一块，那当然是非常的方便了哈。但是你要知道那个里头的那个恐怕是动物油哈，所以要小心哈。好，再来哈，我们看薄荷大家都很熟嘛哈，很清凉这样子哈，它可以清理头目哈，利咽疏肝解郁哈。非常好，好，这些良性药材，大家可以这个可以试试看哈。好，再我们看下一章。好，平性的中药哈，那党参也是补气的哈，但是呢也不要吃太多，因为吃太多的话，其实呢，因为它比较滋腻哈，它会影响你的这个脾胃消化系统的运作。所以呢，吃太多的话，反而会影响脾胃，哈、啊，让你这个消化不是很好，譬如说会胀气啦，哈、啊，这个不舒服，哈、啊，肚子会不舒服，啊，那但是呢，少少的温和，哈、啊，好，山药刚刚赖医师讲过了，哈、啊，山药是很好的东西，哈、啊，还有呢，像莲子啦、枸杞子啦、芝麻、蜂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东西哈。芝麻呢，它的这个维他命 D 哈，非常的多哈，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哈，这样子。好，下一张。好，下一张。哎，这是温性的一些药材啦哈，像大枣我们常常都在用哈，葱白啊，尤其如果是感冒的时候可以煮葱白汤来喝这样子哈，还有生姜哈，这个刚刚赖医师讲过了哈，现在感冒的季节已经来了哈，如果你才刚刚发生哈，刚刚被传染哈，然后呢流鼻水啊，流这个鼻水清鼻水哈，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用个生姜啊，然后把它煮水哈，就是稍微浓一点啦、啊，让它有点辣辣的这样子哈，然后呢加一点点红糖这样子哈，你大概就煮一锅汤，你喝两天啊，你的这个感冒大概就跑掉了哈。最好的话就是喝完了以后还可以这个盖着被子哈，让身体去发汗哈，那大概很快你的这个感冒就会好了哈。那大蒜我们知道大蒜是解毒杀虫的哈。所以呢 COVID-19 来的时候啊，这个大蒜是缺货的哈，因为大家这个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商品啊哈，大家都要哈。还有呢龙眼肉啊，这个也是很好，如果说你睡不着的话，那你可以吃一点龙眼肉啊。还有肉桂我们常在用，尤其是放在面包里头，对不对啊，这个胡椒还有辣椒哈，这个都是比较热的东西，尤其这个辣椒哈，辣椒非常的热，所以当然我们每次吃都不会吃太多，但是呢，如果是那个譬如说吃麻辣锅哇，那这个辣椒里头就很多了哈。我有一个病人哈，是很年轻的病人，他来看什么呢？他来看痔疮哈。因为他的前一天啊，他跟朋友去吃了麻辣锅，哇，隔天他的这个痔疮就大爆发哈，非常非常的痛哈。那他来的时候，他几乎是没有办法坐在椅子上的哈，非常非常痛。
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 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他的痛、啊、那当然了、啊、我们针灸、啊、可以有清热消肿啊哈、啊、的这个针法，还有呢最好的就是他可以有一些穴位可以直达病所哈、啊、所以呢这个针灸下去以后留个30分钟哈、啊、哎他的这个痛就减轻了哈、啊、不过呢痔疮哈、啊、如果是真的很严重的话，我还是建议哈、啊去这个忍痛一下去做个开刀哈，把它给拿掉，还是比较一劳永逸的做法哈。但是呢，不是拿掉就好了啦哈，之后的这个保健也是很重要的，譬如说你不能够久坐，对不对哈？还有呢，这个不能吃太辣的东西哈，要上厕所的时候呢，不要带手机去哈，要不然的话你在那边你到最后你都不晓得你是坐在那里要干什么了哈。 OK，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好，下一张哈，下一张啊，我这个是只是举例几个那个食品嘛哈，这边呢简单的啊就是甜品嘛哈，这个绿豆薏仁哈，那绿豆薏仁是清热解毒的哈，它可以利水排脓毒哈，所以呢，像青春豆啦，或者你想要美容，这个养颜美容啊，这个是可以用的哈，尤其夏天来吃的话，可以消暑哈，非常好的。那个有一些皮肤的问题，也可以用这个绿豆薏仁汤来做解决哈。但是呢，现在已经快要这个秋天了吧哈。所以渐渐的天气会变冷了一些了哈，那这时候呢，你可以把这个绿豆换成红豆哈，那红豆是偏补的，绿豆是偏清的哈，清热的清的哈，所以不太一样哈，那但是利水的功能都还不错哈。那这边呢还有一个叫做黑芝麻大米粥哈，这个是也是补的哈，可以补肝肾哈，可以乌须乏哈，这些东西。然后呢，可以这个防骨质疏松哈，而且呢，可以这个让你补充营养，这是非常好的一道菜哈。好，再来呢，就是秋天来了嘛哈，那刚刚我们赖医师也有讲这个白木耳的作用哈，所以呢，这个像这一个汤品哈，就是雪梨银耳。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润肺止咳，这样的那让你的这个秋天能够好过一点。当然这些东西都不是说哦，你就可以拿来当日常的食品，然后这个一直吃一直吃，最好我们还是要控制这个量，大概一天一个礼拜吃它一次或者两次，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下一张。好，木耳、百合、炒芹菜，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降压的很好的一道菜嘛，哈、哦。那还有一个叫山药芦笋配腰果，哇，这个也是补这个肺脾肾三，这个很有营养的东西，而且呢是非常好吃的东西哈、哦。所以呢，要吃素也不见得。就是要忍受一些不好吃的东西，其实也可以让它是很好吃的，啊，又营养又好吃。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好，下一张这个哈是茶了哈，我这边选了两个，一个是菊花枸杞决明子茶，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明目茶，哦，如果你觉得眼睛比较酸涩啊，眼睛好像一些模糊啊。眼睛觉得不舒服啊，要流眼泪或什么东西的，好，那这个是很好的茶，因为菊花、枸杞、决明子这个都可以明目，三个加在一起，这个效果会比较强大一点。好，决明子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降血脂的茶，所以这个还有其他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是好的副作用。那再来就是西洋参跟这个姜茶，西洋参是比较凉的，它可以补气哈，它可以增加免疫力哈。那因为太凉嘛，我们就加了个姜啊，加进去以后，这个非常好喝哈，它可以这个
行气，还可以这个散寒哈、哦，让你这个身体啊能够比较暖和一点哈、哦。不过呢，你如果是热性体质的人啊，你这个西洋参可以加多一点，这个姜可以少一点。那相反的，如果是你是比较寒性体质的话，那你这个姜可以加多一点啊，西洋参可以少一点。OK， 好，再下一张。好，下一张哦。正确的蔬食好处多，这个我想我也不用讲了哈，大家都知道了哈。好，那我们再下一张。好，下一张就是做一个总结哈。饮食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多吃当季新鲜天然食物的原貌的哈，就不要加工太多的哈。然后呢，这个做法哈，就是清啊、淡啊，哈，能够温啊，能够比较软一点的，比较好消化，哈，比较好吸收的，哈，越简单越好，不要搞得太复杂，哈。这个温，这个地方要稍微讲一下哈。我们人是温血动物嘛，哈，所以呢，其实，什么东西还是温的比较好、哦、不要去吃太冰冷的东西或者太生冷的东西，这个呢长久下来对我们的脾胃都有不好的影响、哦、因为你知道脾胃是后天之本，如果这个脾胃弄得不好了以后呢身体会出很多的问题、哦、好，那这个要禁忌的大家都知道、哦、这些东西、哦、就不用讲了、哦、好，那主要呢就是要均衡的饮食啦，不要偏食，或者是呢 只吃这个爱吃的哈，这个常常都是那么几道菜在那边做这个什么做菜就是只有那么几道在那边轮来轮去，那是不行的哈，我们要有均衡的饮食哈，还有注意值跟量，这个常常我都要跟病人要提醒的哈，要知道你到底在吃什么，而且呢要吃多少、哦、不要过量、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哦、好，我们这个平常我们大家都会有这一句话嘛、哦、早餐要吃得好，午餐要吃得饱，晚餐要吃得少，但是呢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早餐随便乱吃，中午嘛忙了有时候就不吃，那么晚上就吃很多很多、哦、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哦，那你看哦，尤其这个晚餐啊、哦、吃的太营养太高的，像高脂肪啊这些哈、哦，也这个油腻啊厚味的这些东西哈、哦，就容易影响到你的睡眠的品质哈、哦，而且也会累积这一些脂肪啊什么的哈、哦，会让你的身体啊非常不好哈，就是三高啊哈，会从这边慢慢的就会这个可以说就渐渐的引起了哈，而且这个是你不知道的，它是慢慢的引起，你不会察觉的，你也不会去好像有所警示的哈。好，那再下面一张，好，再下面一张哈，好，那。大家都知道蔬食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哈。那要怎么去实行呢？首先就是要克服一些心理的疑虑啦哈，因为我们会很担心说，哎，吃素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那些都是疑虑，哈，都是不必要的。你看我吃了十几年的素，也没有怎么样嘛，对不对？好，而且体力啦、精神啦都非常好。所以你也知道这个疑虑是不需要的哈、哦。还有呢，淡然处之哈、哦。当你在这个吃这个素食的时候，不要给自己啊太大的压力哈、哦。说哎呀，这个或者很紧张，哎，我今天这样吃对不对？哎，我要吃什么比较好？哎，我要怎么样？给自己好多的紧张，很多的压力，其实这个是不必要的哈、哦。还有呢，你可以循序渐进的哈、哦，比如说。从早餐开始啦，或者是一个礼拜啊，可以一天啊两天开始这样哈。我自己吃素是今天决定，这个明天就实行的哈。而且呢，这个十几年来从来没有回去过哈。好，
那这个当然了，这个是因人而异，然后你不见得要跟我一样。嗯，如果能够循序渐进，让你这个慢慢进入情况，也许很好。还有就是要有耐心，要有恒心。我有个病人呢，他这个知道了这个舒适比较好了以后呢，他就 决心，他说哦，他这个血脂太高了，他应该开始吃素。可是呢，他吃了这个三个月以后呢，他就后来他来看病人，他跟我讲，他说奇怪，我去检查，我怎么我的那个血脂怎么还那么高啊？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你想看你这个血脂是多少年来这个累积的成果啊？你不可能三个月你就要把它去掉嘛，对不对？好，所以要有耐心，要有恒心哈。之前呢，我还没吃素之前，我的这个总胆固醇也是蛮高的，有一点超标了哈。那吃素以后呢，我现在所有的这个血液报告啊，都非常非常的正常，这个很放心的哈。这个吃吃看啊，你不吃你都不晓得，所以你要试试看。也许你就会会渐渐的觉得受到它的好处哈。为了你自己的健康，也为了你家人的健康，也为了给我们的地球有一个更好的明天，所以呢，大家一起来试试看，来吃素。